至少50只以上。我们有一些固定的技法，要扣半斤。固定的技法要扣半斤。怪怪的，哥哥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真的，他们就在移工。就一起去接触如何把一只鸡从一身毛活的到送它走，然后把它的毛去掉，清理干净。然后后来我们大概1分钟之内就可以把鸡全部干干净净的。现在可以1分钟？现在还记得怎么用？很快，而且非常简单，因为那些关节跟那个固定剂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可以从一只鸡还有毛到没有毛是直接徒手是可以把它扯掉。感觉想要听细节。好，我们会帮完血之后，我们会在肛门的地方画一个大概2到3公分的伤口，一刀先下，然后先下了之后再从喉咙这边下一刀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的喉的食道那一根管子刷掉。对，然后我们会直接从肛门伸进去，手直接把内脏一次就把它挖掉。在挖之前，它里面还有其他内脏会粘在里面。对，然后我们有一些固定的技法，要扣干净。怪怪的，哥哥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。真的，他们就在移工一直在开玩笑，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子，你要走这样，因为有一个角度必须要把他们的器官抠出来。抠出来。对，那个是可以食用，那个就是鸡胗的部分。